子。我知道你的名字。哇，他在疯狂拿我暴金币，我拿他一点办法没有。这个潘森打亚瑟永恩有一手的。怎么搞得压力这么大呀？这东西。仙刃狂澜。狠狠的爆金币是吧？恶魔形态各异，于我而言，一概是猎物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The enemy has been slain.他又来了，这个寻觅又来抓中路了。他妈，他跟我走中路的时候没有一次这样抓，没有一次这样帮我抓。在我对面就狂抓我是吧？我记住他了。不知道怎么打他，他不要线的，发育太快了，那他没办法。如果面具戴得够久，你就会忘掉后面的那张脸。太会玩了吧，小兄弟！恐惧一旦被唤出真名，就控制不了任何人。我就是打不了这种莽子。打这种莽子就是压力很大。哎，受不了！天天打野这样玩，我怎么玩？天天对面打野都这样玩。我打完了。
关键这个必打也上马也这样玩，上马也被我抓的不想玩了。哎，他在我这边的时候怎么不这样帮我？他在我这边的时候都没见过他，一把游戏都见不到他。只能说我恨他。好，我玩潘森的时候也没有人这样帮我呀。哇，一个 Q 就秒了，什么东西啊？怎么一个 Q 就给秒了？我操！一个 Q 就给戳死了。啊，他这样出装真的很恶心，他这样玩，拿近战打他太他妈难受了，这把选沙皇的给他们戳烂了，那个他们。什么东西啊？
我操！交闪上去就是为了送塔是吗？佩服佩服。太恐怖了，自爆盘分。这就是这个触小触盘身，天天满血秒人，我真受不了了。我操！你为什么这么能打，大哥？哦，原来是后面有狗啊，那没事了。原来是后面有小 dog 呀！打得过啊，我一直都打得过呀，但他后面一直有打野。你还要给我上点燃，你要把我杀了是吧？你还要给我上点燃。哎，受不了这种攀升了，就只会 all in。真的是站了，真的是厉害。看着豹女还在，还在，到现在八级了还在抓我，跟我们辅助一个等级了还要抓我，我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。还要抓我，看到没？我真的是，我真的是恨死这两个人了。我操！
受不了。受不了了。只要一有这个攀升就必定进入这种节奏。又过套点人，太厉害了，动不动就要把我杀了。你还要杀我吗？我操！这反正啊！我的炮车，我的炮车没了，可恶啊！打，给我狠狠的打，必须不，必须停不下来的打，就喜欢这种打架的节奏。在哪着爆你都得插我一下是吧，是不是这样的小东西。啊，一个 Q 给我插死了。我让你们不要这么肉呀。我让你们不要这么肉行不行啊。我直接出15，我也不出什么暴击了，直接出15。这样打架的话，我已经不想出输出了。出肉看能不能混两个人头。弄死他，还在拿我爆金币，还在爆鱼海攀升，还在爆金币。
哎呦！到底能不能安心的玩游戏啊？不是，到底让不让人玩呀？怎么还在打呀？哇，直接一下来！喜欢。不补刀了，打架，不能补了。把我们三坨肉都打得快起飞了，把我们三坨肉，我们三坨肉打得已经肉死了。我没带着吧？哇！看到我潘森一个 Q 多少伤害了没？就潘森这样出伤是真恶心、啊。雪人能活，我活不了，我没法自保啊！我被他踩一脚，我就快死了，我根本无法自保。没事，对面阿克上也带出肉。哎，就得是这种节奏，25分钟打了70个人头，77个人头，25分钟，停不下来一点，这就是峡谷之巅现在的排位质量，兄弟们，这就是现在的峡谷之巅，知道为什么没人玩了吧？这就是现在峡谷的质量了，兄弟们，喜欢吗？乱战 game， 根本停不下来一秒钟。他已经偷钱偷到1200了，他已经发阳财了，已经发阳财了。不能放过他，拦住他！石头人刺杀了，石头人要拿五杀了，石头人。
好好好好好。